萨摩诃萨拜佛耶，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业力依事，于生死中得大利益，唯愿世尊听我说之。佛告地藏菩萨，如今于心慈悲，就把一切罪苦留到众生。言不思议事，今正事事未当诉说。无极涅槃时，如早彼时愿，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。地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成时，抛无边身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赞声恭敬，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，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，其人祸福无量无边。由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好报心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贪痴心发心皈依，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波陀摩僧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立于耳根，是人当得千帆生于何况知心成念。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皆有佛出世，好世自后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念皈依，世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首集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具留顺佛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知心赞礼我佛赞叹，世人于现阶前佛会中，为大烦恼得受上进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辟过失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永不堕恶道。长生人天说声有了。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好报身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毕竟不堕恶道，常在天上受生妙乐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报相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上恭敬行，世人不求得阿罗去。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好袈裟传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。由于过去有佛出世，好大通山王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人得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由于过去有金月佛、山王佛、智胜佛、金明王佛、智成就佛、无上佛、妙胜佛、满月佛、月面佛、犹如是等不可说佛。世尊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
佛名号，功德无量，何光多明，是众生当生世四十自得大力中不多道。若有灵明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，是命众人除无间罪与业报等悉得消灭，是无间罪随之集中，动静一切了不得处，成死灵命中时，他人为其成念佛名，于是罪中一切消灭。何况众生自称此念我佛。